胸肌不要那么强势啊。他这个比很多女生都还要，这根很长比较粗，但是不要太多了，不要对吉他垂涎三尺。怎么会是如此情欲奔放的画面？苏打绿吉他手嘉凯今年以 K6 身份陆续推出作品，这次和炎亚纶合作新歌《活着没什么大不了》，在 MV 更是尝试火辣造型。老师，你可以秀一下你的内裤。内裤吗？拿一下，是不是 CK 代言的？有点复古的感觉。不会，我觉得就是 size 买的有点太大，刚换上来其实有点害羞。不会，很帅。等一下是前奏一直走到 A1 结束。好。然后你就随便随行的。帅学长。帅学长。好，不要硬的。来，从一开始。我有。好晕哦。好，好有侵略性。来，再叫很棒。你要再强势一点。然后你的胸肌不要那么强势啦。然后你可以有一些。就是好像安慰，好像有。安慰他，然后也可以转过来我都没有什么在安慰看一下，就是有一个想要说什么的感觉。对，从这边开始。你会给 Edward 看这个 MV 吗？他会吧。怎么办？这样还蛮舒服的。哦，好。这根很长哎，还可以。比较粗。但是我倒这样。这里又是刀子。我手不知道怎么放，我手不知道怎么放。你搂腰，你搂腰，因为腰有吉他。腰有吉他。不要太多了。然后你再少一点，不要欲仙欲死，你不要手在。我是对他的吉他欲仙欲死。不要，不要手。不要看，不要看。放心了。他告诉我，突然咬手指。想看，就是对吉他垂涎三尺。二零几的时候，零几年的时候，对，我们都还是小学的时候。都小学。对啊。他还是小学的时候。没有没有，只有你是上小学。我只是生气。我们去香港的时候，那时候。对。对对对，但那时候还不认识。对。还有来看我，是飞轮海吗？对，飞轮海。他说：“剪发，他可能就是滑那个 line， 然后点，哎，就是你了，就是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要有点笑声啊，对不对？会被笑走。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比较讲话讲不太出来的人，对，就是有时候不知道语言障碍，就像会有这种很长的停顿嘛。可是我觉得你不会，没有，我觉得好像有些想说的话，我觉得你讲。”会很有趣，因为你的停顿可能就是在想很多事情，你在想说这句话或者这个词讲出来对不对？对啊，对。但是真的不用，尤其是我们已经那么熟了，你应该就是大放厥词，挑战那个绝交的界限那样子。应该是不会吧？好了，你的个性应该一辈子不笨。应该很多人想这样，这应该也很多人想这样。他这个比很多女生都还要。其实我没有觉得我很情欲的，还好啊，我觉得蛮自然，就是有火花的感觉。可能以往的经验就是累积成，我现在举手投足都有情欲感，那本色演出啊。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放蛮开的，对，因为现在高中生也是这样。我不知道现在现在的高中生，你可能比较熟现在的高中生。哦，希望大家透过这首歌，可以不要把碎碎念当成。烦躁的事情，可是我其实老实说，我朋友们有时候会嫌我就是爱碎念，碎念，朋友都会嫌，一直也被老婆嫌。所以当时你们结婚是谁告白谁？我啦，告白？怎么可能？对啊，你不是都讲不出来？但是有些其他的方式不一定要讲，就是有时候有些事情不一定要讲，用摸的，
我很不擅长言语，可是其他的部分还。到底是擅长什么部分？相信大家听完新歌就会有所了解啦。完全热总报道。